啱啱聽到黃碧雲議員話叫啲人唔好亂咁企身打團，其實相隔都不夠三分鐘。黃碧雲係咪有啲思覺失調，或者在座嘅有啲醫生可以幫佢睇一睇？啱啱咧，我頭先講到啊，黃議員，你第二次規程問題，你係咩規程問題啊？啊，主席啊，我認為咧，就剛才何俊賢議員講嘢，話質疑我咧係思覺失調咧，呢個係嚴重嘅侮辱。咁一係就請佢澄清，一係咧就請佢收翻，請阿主席做英明嘅裁決。多謝你。我今日都係擔心你嘅精神有問題，叫人睇下你，我關心你都唔得。嗱，呢啲就真係雙重標準啦。黃議員係，哎呀，我即係我認為咧，何俊賢議員咧係非常之過分。我已經講咗我嘅感受以及意見以及抗議，俾個機會佢澄清同收翻。但係佢唔單止唔澄清收翻，仲要佢剛才嘅發言並冇冒犯性。何議員請你繼續。得 ，N 姐唔使啦，我哋自己唔好交錢 ，N 姐等我嚟。